说效仿很好的时候，他就会很多人在买，没有的话，就会很冷。欢迎乌龟用，谢谢点亮，欢迎横哥哥。反正他这个都是看你的，一阵一阵的，有时候卖的好，有时候卖的不好。好的，好的。谢我猪哥啊！有必要刷一刷哥哥吗？谢猪哥哥，刷七个宝，六个宝宝或者刷七千个小铃兰江啊！谢猪哥哥，欢迎平安师傅。在哪一点呀？欢迎安妮乐云。谢谢我猪哥，欢迎西西。当欢迎平安师傅啊，谢点亮。欢迎王娜，哇，恭喜中奖！中了给我一个娃娃吧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中了给我一个娃娃吧，欢迎心甘情愿，送给我来个娃娃吧，欢迎彤彤，好、嗯。给我一个娃娃吧，谢桌谢转角遇到爱。给我一个娃娃吧。我想对一点，你说你对我好，我对你更好了。你每次就刷一点点呀，你每次就刷了一点点。你要向他们猛刷就好了，知道吗？你要向他们猛刷就好了。欢迎彤彤，欢迎小宝宝，好，欢迎高高。他想猜呀，他想猜，可是说不定哪里那错。哦，看到了。欢迎泽泽，谢情缘哥哥。哇，这什么心啊，欢迎谢谢像什么哎行对啊，那就没吃到上不去啊，只要帮他开，所以我们后来装这个就有用，他电梯磁扣你竟然要刷三次，反正是那个下播了回你们行不行，你们一狗发消息我的嘞，我这屏幕上的字我就更来不及看了，这屏幕上的字都来不及看了。对啊，欢迎沉寂的我。
我们一个楼层没有很多。对啊，谢曾经的网，欢迎徐家哥。一楼三四个就是我的，是，所以那个没有对我没有意义的。我们是分栋的。我真的也有听过客户要，像我们一卡是全程的，十卡而且那样又更安全。谢谢明哥哥，欢迎九号，欢迎新加坡。他要那个社区，比如说他一层有十几户那个，二十几户，其实也没有，像大地地主他们也分的，比较好，他们一层两户。欢迎点点，谢谢关注。但是我们这个考量到没什么意义啊。对，欢迎处处留情。因为我们有些虽然里面是哇，恭喜中奖。欢迎国民爸爸。投资客来讲，对啊，所以你分成没有太大意义。对，欢迎喵人凤，谢谢关注。分了很久，对啊，然后也是，哎，黑小牌的老板也是，还是我们委员。欢迎鹏哥哥，谢谢关注。二号集中在地下一楼，地下所以只有每层的地下楼还是特别厉害。没有，每一层每一栋的地下一楼，所以他们那个每一栋都有，每栋都是因为他们用栋在分卡。对，每一栋都有，他那边是先拿地下楼，然后有几栋地下。对，但是要认识分类。有，我们有分一般的是跟资源回收，资源回收，你们那是外包的，就会有人来拿，我知道。对，因为你要资源回收才会有回收，不然就没有。好了，我期待我的补给下来再回个嘛。欢迎哈利丸子，谢谢关注。他一个月也要给我好几千块。刷你就加上了，哥哥们啊，刷你就加上了。欢迎危险。欢迎陈网，欢迎飞哥哥。没有啊，地下室都是空的，七个都是空的。哦，所以他们只敢刷下去，地下室就乱走了，欢迎治愈者。第一关的某一个地方比较好了。没有了，连洞下面都有，只有那个。有没有加点啊？六个宝宝或者刷七千个小铃铛加我，谢谢小男孩。欢迎小丸子，刷你就加上了，哥哥们，秒刷秒加哦！欢迎五哥哥。地下一二楼都安全，所以不是你想进来就可以进来。哒哒。安全门也是要锁好。欢迎 A， 谢谢关注。你说需要哪一栋跟哪一栋的二代一样？最后啊，就是 F 跟 G， F 跟 G 是特色的。对。欢迎丑的青豆。突破自己，哥哥，你加我就是了，哥哥，不然你用白刷的。欢迎天勇，谢谢关注，刷七千个小铃铛或者刷六个宝宝都可以加我。欢迎小有一个放俗语的地方，刷你就加三个吗？欢迎悠悠，谢谢点票。还好，我们那个是他。欢迎微信。俗语的话，他六个宝宝充八十块钱就 OK 了。六个宝宝充六。